人所带来的这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，没关系，等他们 check 一下他们的东西。那有没有人听过动力火车？没有吗？有吧？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动力火车的歌了，我们结尾要用动力火车来完成它，对吧？没关系，他们还在动，没关系。那我们来玩玩小游戏吧，有没有？我的粉丝举手。哇、哦，我看到我的粉丝了。那给我尖叫声，尖叫声在哪里？然后我们千呼万唤，有没有谁是阿信老师的粉丝？怎么只有这些人啊？阿信老师在抗议了，不够大声，再大声一点好吗？好，没关系，阿信老师好了。不，大家都害羞，大家期待你唱完最后这首歌。还没黑天，没办法，我能期待，我能预想到最后一首是怎样。那是压轴，压轴甚至也是最后一首，所以我已经习惯了。这些走掉的人都是没有眼光。大家乖好，最后一首了，等下就可以回家了。对，好，那老师，我把时间交给你。好，好，谢谢老师，欢迎掌声。谢谢。好，我们从哪里啊？副歌样子就好了，最后是副歌，好吧？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踏到黑。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他。谢谢。好，介绍一下我们主唱郑宇，还有鼓手。鼓手说他鼓要大声一点，他是卷毛这样。对，内场哦，对，一定是内场的。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
感觉。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默默的背，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从小道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少条上厕所离开伤心的台北。伤心的台北，走上那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从小的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谢谢。谢谢我们两位带来的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三。